长青书记，你回来了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都好了吗？都好了。好，来，快坐下休息会儿。好。长青书记，我想一个人去杀南霸天。要么我拿他的人头，要么我的人头给他。春花，就算你真的杀了南霸天，然后呢？ 有那么多个恶霸，你能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杀掉吗？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没办法解放这么大的国家的。长青书记，你可真会开导人。以后你可以叫我长青。长青。嗯。长青书记。 你有这么多学问呢？看这么多书。我有什么学问啊？10多岁才开始学习认字，小时候啊，就一直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。后来怎么样？后来反动派把我父亲装进麻袋，扔进了珠江。 我母亲因为这件事情哭瞎了双眼。没想到你也有这么悲惨的身世。在反动派的统治下，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，每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，把地主的房子给烧掉。可你想点一把大？ 把旧社会烧掉，那就得仅仅依靠集体，依靠整个阶级，依靠集体，依靠整个阶级。我记住了，我会记一辈子的。 琼花，梨花可卿，别哭。从现在起，你们不再是普通的战士了，你们已经是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了。你们是党员，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，挑起担子。 直到胜利！集合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党，这面旗帜指引着我们奋进的方向，五湖四海，四面八方，海纳百川，光芒万丈。 本着新中国的希望，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